反正我意思呢，就是我在讲课的时候都是要，比较不能说准备得很完善，但是最少要周密的系统一下。那你想做一个这个幻灯片吧，就是这个 PCD 片吧，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完成这些，因为单一的做这个就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哦，我没有时间的。我能把抽一个空，这一会儿大概有1个多小时，别人不在了，我可能坐那儿就在写点东西啊，把这个需要讲的东西啊，总结一下，总结一下，或者说看一些参考一下，有些拿不准的去查一查呀，我都是这样来的，那还得真的是花费一些时间去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呢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既然要讲了，那么我就要讲的比较，开始了。系统一些。那门嘛，高压正就是门静脉梗阻以后引起的，门静脉系统高压，高压引起了一系列的综合症。那这个门静脉高压，是晚期的病变，也就是肝硬化引起的门静脉高压，或者说除了肝硬化以外，就是门静脉本身发生了，比方先天的畸形，尤其是小孩在门静脉周围可能形成一些迂迂曲曲的分支状的，它不是一个大干，不是一个总干，分区的，分支的那些。海绵状的，当然不是海绵状血管瘤那种类型，就是说，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血管堆积在一起的，这种类型大部分是先天性的，后天的机会不多。那这样形成的门高压呢，基本它在肝窦以前的病变引起的门高压，肝细胞的功能可是好的，但是它依然也有门高压的话，那它也会有门高压的这个症状，基本上我们说治的门膜高压症，都是治的肝细胞型的、肝窦型的，就是肝细胞本身那个阶段引起的、那个水平线上引起的，肝静脉梗阻，不，门静脉梗阻引起的门膜高压症。这门膜高压症这个东西听起来是个症状，门膜高压症好像是不是多么，这是个症嘛，症候群嘛。你看，我不是也提到过髂胫束前张症候群，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那门膜高压症这个症候群的牵扯的范围相当广泛，可以说牵扯到各个科别。那等到发生了门膜高压的时候，是外科处理的，就是手术。手术呢，好多人不知道手术干啥。手术就是把人体打开，很多群众也不知道，好像手术就是做外表的事情，不是的。手术科室就是外科，是进入体内的，内科反而在外边的，它是用药物治疗的。那门膜高压症牵扯到了有内科的治疗。外科的治疗，中医科的治疗，中医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内科的多一些，因为中医的外科，都是大部分都是皮肤病啊、标签这些东西，因为传统的中医所论述的都是所记载的、所讲的，包括现在的也都是一些皮肤病啊、接种啊，这是比较标签的一些疾病，那不是这个，就是说完全弯手头，把一个脏器切掉，或者把一个脏器改道，或者把一个脏器重新的再给它重建，给它再通畅，比方说你给它做一个肝和肠子缝起来，肝腔吻合，肝跟胰腺缝起来，那就是异常吻合等等这些，这是完全靠手术技术来完成的，一点点的缝的。经过现在
尽管现在有微创，但是它的说适应的范围还是有限的，微创不能代表所有的。所以这个门膜高压呢，牵扯到很广的范围，就是牵扯到手术方面的，属于外科的，手术科室的。那我过去在从事这些方面的时候，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手术，就是在到了该手术的这个阶段，他在内科住的，该手术的就转到外科去，是这个过程。那内科呢，它有消化科，就是管肝呐为主的，其他的胃肠道的疾病住院治疗的人数不多，大部分消化内科基本上就是肝脾这两个问题。因为，脾脏也在门静脉系统。门静脉高压症呢，所牵扯到很广泛的范围。我们今天呢，要慢慢展开，系统的来给他讲一下。我是想从这个症往上推移，这个症是怎么来的？门膜高压症怎么来的？一直到门膜高压症纤维化，肝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是由肝纤维化发展严重的阶段而形成的。那纤维化又是什么意思？纤维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目前肝纤维化现在可以说是在国内是个在世界范围内，在国内主要是中医方面，当然西医方面也毫不例外，在国外主要是西医方面，研究肝纤维化已经成为极大的一个热点，这以后我都会给大家慢慢的来讲一些这方面的有关内容。那这都是最近这二三十年逐渐形成明确发展起来的。那很早的时候，像我们当学生那个年代，确实是没有这么系统，不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在这个方面讲的很多了，尤其是中国的各大中医大专院校，利用中医的一些优势，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也是弄得很，做得也很到位的，都是在从各个靶点来方面，就是说靶标，从这各个靶标，这靶标说起来两个字很简单，讲起来非常复杂。非常多，但是我都以后再慢慢道来。那他们就每个靶标的去研究、去测试、去验证门静脉高压以前的阶段、纤维化的阶段，能够把纤维化彻底的、部分的、完全的、不完全的移转回来。这个事情确实是个很伟大的一个事情。肝纤维化就像我们身上长个疤，长个疤你要是想着这个疤去掉，过去都是放射治疗，放射治疗给它先切除，切除以后再放射，那疤叫它小一点，因为疤长在身上很大了不好看嘛。那长在肝内呢，弥散性的在肝内发生。整个肝脏里边都是，那你又怎么去处理呢？所以说必须得让它肝纤维化还没有转，那个疤痕组织还没有老化以前的阶段，抓紧时机给它移转回来。那肝纤维化的过程也不是3天2天、1个月2个月形成的，它是逐渐的、漫长的、日积月累的。今天一点儿，明天一点儿，因为形成肝纤维化的原因一直在那里存在着。这又追上来，就说肝纤维化的原因是什么？哪一种疾病会引起肝纤维化呢？大概起码讲一讲，有几十种病，有十大类型可以引起肝纤维化的发生。我记得是30多年以前，我参加了在大陆参加研究生考试时候都有一个题目，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解释名词门静脉高压症，叫这个名词解释什么叫门静脉高压症，四个解释名词我记得当时，有两个问答题，四个解释名词的，还有填空的改错的等等这些吧，这一道题 那其他的都是两分，这个题呢是五分，就解释这个名词的，我想我的解释应该是 没跑的，应该五分全拿的，所以说我考研究生我就考上了嘛。那门静脉高压症是指门静脉阻塞，与之相干血流，门静脉从肠道进入到门静脉，一直进入到肝脏室之内，它是肝脏的一个供应血管，肝动脉、门静脉都是供应血管，肝脏有三套血管，门静脉、肝动脉是供应的，动脉主要是供氧的，门静脉供营养的，肠道所有吸收的东西都进入门静脉，进入肝脏的，而且门静脉的供血量要比肝动脉的供血量要大。供氧量那主要是靠肝动脉，然后经过肝窦处理以后，这一会儿我还要讲，然后就进入到肝静脉再回流，是这样的。那我们身上的其他地方的血管都是一个动脉一个静脉，那四肢里呢大概都有一个前静脉深静脉，因为静脉走得慢，那颅部呢有静脉窦，颅部是有静脉窦，大量的静脉窦，七八个静脉窦回流的，所以静脉的走向呢，肝脏是有这样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脑垂体，脑垂体也有个门静脉的，人体上大概就是有门静脉的就这两个地方，其他的地方没有，都不是这样走行的，都不是这样的，它的解剖结构不是这样的。这所以说这一部分血液呢是向着肝走向的，那一向而行就是离肝的，那就没那么高压了，那就麻烦了，那就没那么高压症。所以向肝血流受阻，引起门静脉高压，压力增高了，引起离肝血流增加了，由于它的增高发生的一系列的综合症。就是门静脉高压症，哪几个综合症的？第一个，脾脏肿大的同时，由于脾脏细胞要增生，它脾脏肿大是淤血，静脉不通了，淤血慢慢脾脏会，它溜不上去以后，脾脏就会淤血，淤血就会增生，脾脏的细胞就会增多。脾脏的结构组织就增大，增到多大呢？最大的跑到盆腔，最大的脾脏我看到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了，整个盆腔整个腹腔在左边车上去一到盆腔都是个脾脏，这么大，通常的脾脏跟拳头一样，但是这个脾脏就这么大，大脾的结果呢一定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致死性的问题，就是脾功能亢进，它脾脏的结构增加了，它就会把血液里面的三种细胞都给吃掉，都会在脾脏里都会毁掉的，它正常的时候衰老的红细胞白细胞啊这些血小板呢它会在脾脏里处理的，它现在增大了，你好吃掉的我把你吃掉，好的我也吃，结果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脾亢，简单的讲甲亢脾亢，脑梗都是这样的，其实都是尖叫了啊，脑梗是脑血管梗塞，那脾亢就是脾功能亢进，甲亢就甲状腺机能亢进，就这个意思，英语的讲的叫 HYPO 就是 hypo， 你在临床上可以看到我们美国的病人
前天我一个妹妹他跟 hypo 他在那讲，他甲状腺机能低下的，就他会用 hypo 还害怕来讲这个。这是脾脏呢会引起脾中亢进，再一个是腹水，因为腹腔的所有的静脉回流，腹腔的所有的静脉回流，包括腹腔以外的胰腺，脾脏不算，不是，说错了，胰腺不是，肾脏不是，肾脏是腹膜后气管，但是肾脏不走到门静脉，肾脏是直接进下腔静脉。那胰腺呢也在腹膜后，它不在腹腔里边，但是它都进到脾静脉上去了，它的血管呢都是脾静脉的分支，就是胰腺的那个静脉回流，它回到脾静脉，然后一块顺着脾静脉，然后合到这个肠系膜上静脉，然后合了总的就是门静脉，很粗的门静脉，大拇指这么粗，然后进入肝脏又有分支的，这个大体上我会一会儿要再讲的啊。那么大体上呢，就说引起的内膜高压症呢，是这个，得知道这个意思啊。腹腔的会引起它高压以后，会引起腹水，内膜高压引起的腹水很复杂的。最起码一条你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内膜压力高了，血液就会往深处，当然会引起腹水，它可以引起全身水肿。肝硬化可以引起全身水肿，但是为啥会腹水呢？就是腹腔里有个门脉压力增高了，所以会引起腹水更常见。一听到有腹水，基本上都是门脉高压。一说是胸水，那大部分都是其他的原因的。一说是腹水，大部分只有你首先你考虑到这人有没有肝硬化的问题。这是你第一要选择考虑的要问的。这是讲到门静脉高压，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样定义的。那门静脉高压有很多原因形成的。这些原因呢我今天在这儿不讲，等到讲肝纤维化的时候，我会系统的讲关于形成的原因。这里呢，这时候呢，我讲的话，就到时候就已经都重叠了，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啊。但是不管怎么做，每一种产生肝纤维化的疾病，它启动激发这些形成纤维化的因子以后，这个可以不同，在这以前的阶段可以不同的，但是一旦引起肝细胞死亡，肝细胞凋亡是轻一点，凋亡的细胞可以再回去了，通过细胞自噬可以再恢复正常的，死亡的死而不能复生，那就肝细胞就死掉了。就说这是肝细胞死亡凋亡是启动肝纤维化的一个重要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原因。没有肝细胞的死亡和凋亡，就不存在纤维化和门脉高压。不存在肝硬化，纤维化、肝硬化和大部分的门脉高压。不，我刚才讲了吗？少数的门脉高压不是肝窦这地方损伤引起的，不是肝细胞引起的。所以讲课嘛，又是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有时候就是要求的，我讲出来的东西呢，都不能有错的。我不随便乱讲的。有时候口误是有的，但是，我发现了我会纠正的。我没有发现的就过去了，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口误，差点说的引起一个
门静脉高压，不是一部分门静脉高压，有一小部分的，跟纤维化没太大关系的。所以一旦发生了纤维化，它的进程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以后要讲的，一个内容。这是我今天讲内膜高压症这个的这个都是这个起始阶段，就是中间引起内膜高压的刚刚开始，也是从头到尾，大家我都想给大家详细的论述一下。我回顾一下过去的认识和现在的认识，我有个感觉，就是好像我也懂，可是又不完全，甚至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有天壤之别、与你之间的感觉。所以学习很重要，学习很重要。这一次给大家讲课，也督促我进一步的再加强一些学习，增加一些知识，也很好的啊。在原来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一下水平。现在的肝硬化不是细胞水平了，是分子水平，走进了分子水平。分子水平呢，包括一些蛋白质、肽呀，包括这些，甚至是这个给基因型都在一起的。在治疗方面，也是从过去的束手无策，我用束手无策来形容过去，那是很多人开刀做手术，真是冒死手术的，病人是冒死手术的。手术以后能够把这个病根本治好吗？治不好的，因为肝硬化。所以按照以往的看法和认识，以及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水平，那就觉得走到这一步，这人就基本上就宣布大概这个人到这一步，30岁的得了这个病，你想想他能活到80那算怪了，那不是奇迹，就不可能。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一个人得了膝肝，从根本上给他治疗，想的话你一转回来可能不因为他死人的。这就是现在对这个病的看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是我说的与你之间。那外科手术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跟过去也不一样了。你像过去我们采纳那些手术，各种分流术手术都很大的，很麻烦的，一缝了以后，大血管门静脉一缝了以后，一出血那焦头烂额的，那医生很颓丧的，抓紧这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血，因为一出血就可能病人都撂到手术台上都有可能的。那现在的手术的方法都发生了改变，我个人作为一个手术者，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实际发明者，这是当年过去，还好。我现在还仔细想一想，我过去发明那个手术，现在应该说还有用。那个就是出国以前30多年了吧。那是89年的时候吧，我做了大概8、9例，我出国了。那是一个手术，就是巨脾脏，我刚才说巨脾很大的，在这脾脏它有4条血管，4个，也就是把脾脏分成4个部分：上际、中上际、中下际和下际，4段。脾脏有4段，肝脏有8段，脾脏有4段。它是根据血管走行分段，脾脏是肝脏是根据格林斯系统
分为八个功能段，跟功能有关系。你切干的时候按照这个段去切就好了。那皮上呢，我发现有四个段呢，那我就把上上的四个三段都切掉了，靠近膈肌那个膈顶那个，把那个什么那个皮革韧带切断，胃端那个韧带切断，那皮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呢，就得拿在手里把四个血管一个一个就结扎掉，剩一个，剩下肌剩一个。扎掉以后呢，切皮时候也不出血的，但是皮破裂出血很严重的，好多都皮破裂啊，要开刀把那皮脏拿掉的。皮拿掉以后有很多会引起急性爆发性感染，急性爆发性感染会死人的，因为脾脏是个重要的免疫器官，脾脏拿掉了，这个免疫器官拿掉了一大部分，其他的组织带上不了的，就有过去叫做急性爆发性感染，这过去的老文献我看过很多这样方面的啊，后来主张保脾，我就是因为在这保脾的阶段发明了这个手术。保护脾脏，不让它都切掉了，那就包住一个肌，像拳头那么大，因为你血管一处理以后，上面的那一大段一大段，中间的两段比较大，上下肌比较小，那我留着这一段，留这一段呢，那脾脏留下以后，你要知道，做外科有个原则，有个腹壁都要切掉的，腹壁给那个。主要的脾脏不连在一起，它会不切掉，为什么？因为它跟脾脏连在，它跟脾经门静脉连在一起，它会重新脾脏再肿大，重新再引起门静脉高压症。有这个切脾时候，那个年代切脾时候有这个禁忌，有腹壁你必须切掉。那后来呢，我就留下这个脾，那你有腹壁，我还真是求之不得的。我就不切，全部切了，我的腹皮留住，我再改造它。我还真是留下那个皮，大家理解了吧？留住了皮以后呢，干什么呢？我不叫它流到门静脉上去了，我把皮静脉分离出来，给它切断，进肝脏那一段结扎了，也就是说它脱离了门静脉，没有在不到跟门静脉没关系了。然后把近端的这个门静脉呢，这个脾脏的这一段呢，我缝到肾静脉上去，这叫做脾肾静脉吻合，不叫分流。过去最老的一个方法是叫门静脉靠门静脉那一端给跟肾静脉吻合，叫脾肾分流。那个血液呢，门静脉高压血液可以通过肾静脉进入到强静脉去，门静脉肝脏的门静脉的系统的血压就降低了。那腹水呢都会消除了，腹腔的肠道的这个水肿啊也会消除，肠道的功能啊就会改善，更重要的是垂直循环可能都会开放，那是过去是脾肾分流。那我现在就我叫它去门脉化，脱离门静脉了，我不让它搁门静脉上，因为在门静脉上它还会再肿大的。那还有出血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门气里断，还有一个手术门气里断，就做这样的手术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手术呢，现在对于刚才我说的那个少数的那些病人，肝门区尤其是小孩生下来以后先天形成的那种门静脉肝窦以外门静脉预区形成的门静脉高压，就是肝窦前行的门高压症，肝前行，就像黄疸、肝前黄疸、肝性黄疸和肝后黄疸。肝后黄疸是往下排的，静脉是往上去，不一样的啊。它俩的路子走的不同，方向不一样。那你黄疸呢？是梗阻性黄疸是进了肝细胞以后的，在肝细胞那一段梗阻不通了，不会产生了，不会产生胆汁了，那就肝性黄疸了。那在这以前呢，那就溶血性黄疸，还没进入肝脏以前的，进入肝脏以后那就梗塞性黄疸，那肝管不通了。黄疸是这样的，但是门静脉它的方向相反的，黄疸是胆汁是排出来的，门静脉是进去的，
那他就哦，那就这个说法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的说法呢，就是他叫斗前行的门脉高压，不是就是肝前行的，就是肝斗，就是肝细胞以前形成的门脉高压，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黄疸大家顺便的说一下，它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引起的啊。这种这个门脉高压呢，就是用我发明的这个手术，效果还是蛮好的，在国内他们也有逐渐的推广起来了。我已经这个发明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手术在那儿推广了。因为我出来以前，我教过一个人，教过我一个同学，我教给他了。那还有前几天呢，就是去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从安徽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这样的小儿了，非让我回去给他开刀去，我也不敢回去了，因为回去根本都没有执照了，对不对？我要在国内的话，我们就不用考，就执照都给了。但是，这现在总是要去申请吧，这个过程都没有了，你怎么去开刀呢？大概，这个情况呢，就介绍到这里。啰啰嗦嗦，把它讲清楚，这叫门脉高压症啊。那谈到门脉高压症了，大家必须理解门静脉。门静脉就说门静脉它包括哪些，怎么走行的，这个包括甚至肝窦，因为碳肝纤维化的已经牵扯到肝窦的问题了。那我会把这一部分呢也给大家温故而知新。我知道我们在场的像吴丹啊、杨医生啊，还有那个张苏一莲的，他们都是西医毕业，他们在这方面可能学了很多的。后来其实中医现在学的西医的内容也很多的。那天我太太给我说了一件事情，她说我一生中最记得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实习的时候啊，看到那肠梗阻那个肠道那个不通了吗？梗阻不通了，两三天不通了，积累那个东西那么多，那个味道好臭啊，看到那都想起来了。他告诉我这个话，就两个礼拜以前。那我就说哎呦，这个事我见的太多了吧。他见了一次，他说我见了一次我就记住。他还见过一个，就说子宫全切的时候子宫那个很大。那他为啥实习时候，他中医学院毕业的实习时候他会有这个呢？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中医学院都有手术室。我出国以前带一个进修的学生，其实就是河南中医学院的老师。我带他，他叫小池，我亲自带他，我一年带两个人，就是进修生，就是全国各地的去进修的，都是一些大医院的排出的市医院那种排出来的，就是这，那就是说他们都很系统的，他这东西知道的都很多的，现在就说。最近二三十年内的这些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不要小看他们啊，他们这个西医方面懂的还是蛮多的，真的非常非常多。我们在这儿呢学的就是好像在这方面相应的没有机会，你学校讲也是讲一点而已，没有这个机会。那再老一些的那些人呢，那个年代也可能没有吧。你像我们这儿有几个老的，他们都不懂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的。我跟他们谈话，他们也都是你一听我都知道那是外行，不知道，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说的，我说还是多学习的好，知己知彼才好嘛，不要瞎说话，就这个啊。所以
我知道现在我们在座的一些年轻刚来的医生，你像郑医生，可能他们的年代的医生也应该学了很多的，应该都很了解的啊。那这些东西呢，我再讲讲呢，你等于是复习吧。那了解的不多的医生呢，我讲一下大家听听，你可能懂，也可能听起来一下将来你都完全理解，也不那么容易的啊。但是最少你理解一下国内外中西医现在都在做什么，对这个病大家做了什么工作，应该是这样的啊。门静脉是由皮静脉、腔心门、上静脉回合以后形成的，它是主干，然后它有分支，再分为门脉区，就是进入肝脏里头以后，分为左右两支，进入到肝室支的分支，分支进入到肝室支的，然后在进入肝室支以前不断的分支，最后再进入到肝小叶的肝窦里边的。到肝窦里边以后，肝动脉和门静脉这两个血液是混流混合的，混在一起的，这是其他内脏器官不具备的一个特点，这以后我会再讲啊。然后经过肝细胞和肝组织以后代谢以后，再形成微小的静脉、毛细静脉、小静脉、肝静脉，或者叫有的大一点的叫做肝中央静脉，肝小叶的肝中央静脉就是门静脉，就是肝静脉，再汇总就是肝静脉段，肝段的肝静脉，那肝叶的肝静脉，然后再进入到三个支，肝静脉有三支，汇入到上腔静脉，在肝脏的上边的隔顶的地方，在那地方汇入到下腔静脉。这是它的一个简单走形了啊。那门静脉呢，一般来讲它有几个特点，这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啊。门静脉是肝脏的供应血管，它含的是静脉血，但营养丰富，肠道吸收的东西都在它里边的，收集了腹腔内全消化道还有脾脏，脾脏在腹腔，但是它跟消化道没有关系，它不连在这消化道上，它只有静脉进入到门静脉，还有胰腺在腹腔后腹膜后器官，它的静脉进入到皮静脉，再进入到门静脉，胆囊静脉，胆囊是在腹腔也算个小的器官，回流的血在这整个这些血全消化到结肠、小肠、空肠、十二指肠 whatever 所有的统统回流到门静脉，不例外的啊。是肝脏的血液供应和代谢的能源，它营养丰富嘛，它就是能源。也可以合成新的物质，这是肝脏的功能的啊，它可以合成蛋白质啊、凝血酶原啊等等、免疫因子啊等等这些，再供应到全身去的。这是门静脉的这个血液呢，它个简单来说它是这样的特点，这第一个。第二个特点，门静脉它的气端和支端两端都是毛细血管，但是毛细血管又不太一样，气端的毛细血管就是一般的所有的毛细血管机关都是这样的，就是毛细血管结构，支端的呢，它是肝窦内的哪一批细胞，哪一批细胞以后
再进入到敬拜的毛习惯。这个通常这个进入干斗，这叫我们有有人就叫做干斗状习，就是叫干斗。一提到干斗，就这个意思，就是，一会儿我再说说这个干斗的事情啊。第三个门静脉，指门静脉总干和肝动脉及胆管形成隔离生殖系统，就是肝门的那个汇合，就是胆管动脉，胆囊管，就是汇合以后，汇合以前都是分支的，除了胆管是逐渐变粗，走向胆总管的，它上面是胆管。胆囊管进去那一段叫胆囊管以上叫胆管，胆囊管以下叫胆总管，胆总管就这样分的。然后这个胆总管肝动脉的分支左右分支以后进到这个肝门的地方以后，门静脉合了以后，就是这个肠系膜上静脉和脾静脉回合以后，那一段统统组成了一个叫做隔离生殖系统，一个隔离生殖系统就叫一个被毛包裹起来，一梳。这一梳呢，因为是隔离生殖这个人最早描述的，大家都叫做隔离生殖系统。反正大家要叫习惯了，谁都知道隔离生殖系统，对不对？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那隔离生殖系统呢，包着这三件肝门三件。进到肝内，它始终都不分家，一直到肝小叶的地方，它都得连在一起的，跟会管区它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到会管区以后，才有这个胆管呐、周性才不一样的，一直到会管区，这是，又一个特点，它叫隔离生殖系统，这个等到以后讲其他的时候也顺便的可能有提到这些，但是隔离生殖系统呢，我只提这个名词，我都不会再解释这一段的过程了。第四个特点，门静脉和腔静脉，也就是梯静脉，腔静脉就是上腔下腔静脉，或者说，就是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的这个门静脉呢，和它们中间形成了四处天然的、永久性的分支，垂直循环叫四处垂直循环。这四处垂直循环在临床上十分有意义。尤其是给上腔静脉、门静脉和上腔静脉形成的垂直循环，它的意义更为重大。这四处垂直循环的名字，正常情况下垂直循环大部分都不开放的，它存在而不开放、不通，但一旦门脉高压形成，压力大了，压力大以后，它不通的血管就通了，就这个意思。它原来在那放着，现在通了，这叫门脉高压的特点。压力高了，它就曲了，不仅通了，而且它会曲张的。一曲张，那血管壁就会变薄，就会容易脆，就会发炎，就会变成又薄又脆。如果发生在食道或者胃，那就糟糕了。你吃个烧饼，它给你挂流血了；你吃个鱼刺，给又流血了；你吃个鸡烧鸡，眼里不也流血了。这就是门脉高压大出血。那过去以前门脉高压说处理起来很难的啊，那现在呢，处理起来就是内经了。你要遇到这病人，赶紧去急诊室，找那个急诊室要不要去？找那胃肠做内镜那些医生去给他辨说的，
遭到那血管给他电说，说一欠他压不住他，他是先压住，压开不让他出。过去呢，我那个年代呢，没有内镜，是三千块压拍，我们这儿老医生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事情啊，三千块压拍就是有个三千块啊，进去以后打那个盐水，不胀起来，把那个食管那地方都出血的地方压住，他不出血，才能有救命的机会。如果一直出血的话，那就死人了啊！我们医院有个外科医生，还是我的老师，比我高七年，姓陈，开封人。他是出诊的时候得了乙型肝炎，乙型肝炎十年以后，我在武汉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请武汉的戴志斌去会诊，戴志斌回来还给我讲，还专门请我吃饭，我们俩一块儿谈这个事情。戴志斌现在也有八九十岁了，可能都不在了，我都不知道啊。反正这个是邱八祖是不在了，就是五六岁了。戴志斌还在不在？我希望他都在着，这些老专家们。那个，戴志斌呢，去给他开刀做手术，就做门气断流术。因为，门气断流呢，在这个手术比较简单，小一些。这是戴志斌发明的。所以就请他去会诊了，是这个意思。我刚才不是说了，我那个手术也跟门气断流吗？那也是这一部分是借鉴于戴志斌戴教授的啊。但是我还有一个脾切除，还有那一大堆手我的发明手术。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胃底食管下段的交通知，特别重要，就是给大家。说的多一些你都知道，你都会记住这个交通支发生了以后，一有门脉高压的病人，你要脑子要想到他有没有做过食管镜检查，看看胃底和盆门的地方有没有食管静脉曲张，如果有，你觉得你给他介绍去要提醒他你要注意的，会出血的啊。所以你医生呢要做到这些，做到现在你自己的这个知识比较宽厚嘛，啥都知道嘛，对不对？也不是光在西医知道的东西，你中医也可以知道的嘛，这很简单嘛，对不对？你提供他作用，他只要是门脉高压或者说就是肝硬化的人，就要提示他要有这方面的检查。我们这有乙肝的病人，乙肝病人时间久了。都要注意这些事情的。有带院子时间久了也得注意这些，带的久了以后也会引起门脉高压的。这是一个了啊，再一个呢就是直肠和肛门那地方的有个彻底循环，这是下腔。直肠的就是肛门静脉，那上边的直肠静脉是门静脉系统，那里有个彻底循环。这种病人呢会形成痔疮了啊，门脉高压病人会形成痔疮，这又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腹前壁，就是肚脐周围这样一个有血管可以引起的啊，就是腹壁下静脉是，它是这个从膈静脉分出来的分支，到这个肚皮那个腹腔的腹壁那个。皮下那个静脉，那个静脉呢，它在跟深层里的门静脉是相通的，所以这里头会形成门脉高压严重的时候，肝硬化的时候形成核头舌，那里曲曲张张的，你会看到这些。我在美国还没看到，在中国见过很多次，有这个啊。然后还有一个腹膜后的交通，腹膜后交通呢。临床上的意义不是太大，大家知道就行了。那第五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肝门静脉和肝动脉都是进入到隔离时期的，都是肝脏的供应动脉，但是有一个特点呢，它在进入到肝窦以前，肝动脉和门静脉它中间形成的有交通支，你看一个动脉一个静脉，它中间有交通支，
它本来就准存在的，先天发育的，它只是不开放，它不开放，它是有的。那这个交通支呢，当你闷闷压力升高的时候，这个交通支可能会开放。那一旦开放了以后，话反过来说了，就是说肝动脉的血液会进到门静脉去，那闷脉高压不是更高了，动脉压力很高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这里边呢，它都有细微的一些结构，也得提醒一下它有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我很早的时候，我在早年的时候，我跟着一个很老的医生，那他呢就是要做这个门静脉高压治疗，他提出了一个门静脉肝动脉化，这个我都记得很清楚。这个手术我跟他一块做过，这个几个手术做过几个手术，这样的手术现在我看来这个手术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来不对的，就是那时候没有细致的去细究他这方面，光知道其一加强肝里的氧供应的，对肝细胞可能就会恢复会高一些。其实呢，他们把睾丸上的已经通畅，他就又跑出来了，本来就通过的，但他就是进不去。那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把动脉找个分支缝在那个门静脉上去，压力高他才进到门静脉往上去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呢，我始终也很难说，就说到底，真是这是早年的东西，四十年前的东西了，现在都没有这个东西了啊。这肝小叶呢，这门静脉呢，它系统有五个特点啊，刚才讲过了，这五大特点是门静脉这个血管所不同的。肝小，刚才不是谈到肝小叶吗？肝小叶是肝脏的基本的结构，一般来讲它都说一个肝脏啊大约有50万到100万这个肝小叶，也就是说一个肝小叶大概一个毫米那么大，听起来是个小叶，对不对？在惊吓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出来的啊，你切肝脏的时候把它肝剥开看不出来的，只看到那个肝剥开以后一粒一粒的碎碎的，一粒一粒的，那就是肝小叶，一个单位。你要是有心的人，你见到那个新鲜的竹竿，你看看，它是一粒一粒的，一粒一粒，它就是肝小叶结构。切活体切肝的时候，过去都是用手切开以后，然后用手去分开的，遇到血管呢，那就钝的不分的，不用钳子的，用钳子很麻烦的，现在都用激光刀切的，一边切边冲水，哇，激光刀切的，过去都用手分的，我都是用手分的，用手分了以后把胆管血管拿出来以后，看到以后一根一根的结扎，那时候慢，现在快，啊，那个肝小叶呢，就是切出来感觉呢，就是一粒一粒的，跟沙子一样，那就是肝小叶。那一个肝脏大概，你像一个那老美大大的那长得大个子，他可能有100万个。那有些人长得小小的，那肝脏也小啊，他体内用不着呀。说体型有变化，他人中体型，这肝脏里边的小叶可能都不一样。那这个肝小叶呢，在大概有50到100万个肝小叶。肝小叶之间呢，都接着有少量的结缔组织，结缔组织就是纤维细胞了，就这些纤维细胞加上纤维组织，就称为结缔组织 （congenital tissues）， 叫 CT。通常我们上课做记录都叫，一提到结缔组织写一大堆，那我时间写呀、啊，就写个 CT， 就是结缔组织。我写个 C 就是肝细胞，就是细胞。我不会写肝细胞，我写我肝细就是细胞，肝细胞。那写个 HC 就是肝细胞，就简单一些。
肉眼呢一般是看不到的，但是就说分辨不清楚，你切那个一粒一粒的，你也难以这个划分的很清晰，都是惊吓可以看到干小叶的结构，大概十倍显微镜都足以。干小叶的中央结构呢，就是干中央静脉，它是静脉，就是它是比较大的中央静脉，就是小静脉汇合以后，毛细静脉、小静脉、中央静脉，都是从那干细胞里头慢慢汇合以后的，它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叫做干中央静脉，就是干静脉的，靠下远端起始那一段的，比较大的一个小静脉，它是由毛细静脉汇合以后慢慢形成的，它然后进入到肝段里边，就是一点点往上组成肝静脉。我刚才讲了啊，围绕着中央静脉，它是放射状派来的肝细胞。放射状的，周围就是形状的，一圈排来的，所以中央静脉嘛，一圈排来的。它有肝窦，这肝窦里还有肝窦状细、肝窦细胞，肝窦细胞就是肝窦内皮细胞，叫肝窦内皮细胞，我会专门讲肝窦内皮细胞。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很细的小胆管，刚刚从肝细胞产生的胆汁进入到这毛细胆管，毛细胆管通过这个肝的窦状细那个边沿上，然后进入大的胆管再往下回流的。肝细胞以中央静脉为中心，单一的一行排成一个叫。排列成一行，通常临床上一个解剖名词叫肝板。肝板是个经常提到的一个肝窦肝板，就这样的啊。两个肝板的之间就是肝血管窦，两排，形成两排肝板，两排之间就是肝血管窦，就是。肝动脉和肝门静脉最末的血液回流到这儿，就到这儿，血不是血液回流到这儿，血液供应到这里来，然后供应到细胞上，肝细胞的，肝细胞代谢以后，从另一端又出去了，叫肝静脉。那肝窦内皮细胞和肝细胞之间。肝窦的内皮和肝窦的之间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间隙，叫肝窦状隙。这就有人叫窦间隙，有人叫迪斯腔，有人叫迪斯腔，DISSE 腔，迪斯腔。那你就叫迪斯腔，一提到迪斯腔，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肝腺形成洼腺，肝细胞形成以后，它一个那个地方就是胆管，小毛细胆管。你在显微镜下看到那个小洼，就是一个胆管，就这样出来的。在肝板内凝结成网，就是毛细胆管网。这胆管是这样的。这提到了这肝小叶或者门静脉的这个特点呢，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肝细胞又是如何呢？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肝细胞。肝细胞很多的啊，肝细胞在人体一个肝脏大概有25亿。25亿，
你算一算，25亿，算是75个干小叶吧，大概一个干小叶有多少干细胞，就可以算出来了。干细胞核呢很大，染色体很丰富，干细胞分化的很完整的，功能也很多的。肝细胞里的细胞器呢都很发达，肝脏里头还含有糖原，还有质滴，这以后都会提到。这糖原是储存糖原的，饿了以后糖原就动员出来的。我饿了我会低血糖的，可能我体内的某种酶不够，先天的，这个糖原出来的慢。你马上就会出来，那个血糖不够了，马上就掉出来，糖原就出来了，那你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一饿了以后，我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是先天的。我父亲、我女儿都是这样。还有质滴，质滴知道大家知道，肝脏是脂肪代谢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个唯一的一个器官。不能说是唯一，就重要到这个程度。它这些都是肝脏的一些内含物，它就存在这个质滴代谢的不好了，就是脂肪肝，以后会再讲。那还有一个呢，那肝脏里有线粒体，这是每一个细胞都会有这个结构的。它线粒体很多的，大概也有1-2000个。线粒体呢是功能的组织，没有线粒体，线粒体破坏以后，肝脏就可能死亡的，它不会供应能量了。还有一个就是粗面内质网，粗面内质网、光面内质网有两个内质网，它是肝细胞合成蛋白质的细胞器。当然这里边，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吧。血浆里面的白蛋白就是在这儿形成的。白蛋白是白蛋白 anaerobic， 这个白蛋白只有肝脏制造，肝脏的就是内脂肪制造，内脂肪破坏了，那白蛋白减少，白蛋白减少了就会引起血浆渗透压降低，血浆渗透压降低就会引起水肿，全身性水肿。因为血浆渗透压降低以后呢，它那个血液是往外渗的，它不是把那个细胞的那个液体液体啊，它往外渗，它不是推它出去的，它不是给它进来的，它跟胶体渗透压不一样，胶体渗透压是吸进来，这是晶体渗透压，就靠白蛋白维持的。它的就这么重要，它还产生纤维蛋白原、硬纤维原，硬纤维原都是在这儿产生。你硬纤系统如果没有肝细胞产生这个东西，没有线粒体了，硬纤维原降低了，硬纤维原降低了以后，硬纤时间延长。你化验血的时候，化验有个叫 PT， 就是硬纤维原时间，那个降低了以后。他不用血的，因为是时间长的，那个严重的时候，医生不给你开刀的，需要开刀，别人他也不敢，他要一定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干做。这硬纤维原事件也很重要的啊，大家不做这方面的事情，不把它当重要。我们那时候过去都要一看都要看这些东西的，白蛋白多少，硬纤维原事件多少，这两个低了。不能看到的，干什么？输白蛋白。硬纤维原呢，这里头要注射那个维生素 K， 维生素 K 是帮助它合成的，它的原料。这些都很重要的啊，还合成一些胎甲蛋白，胎甲 Q 就是这个，
他又恢复这功能了，就是你肝癌就恢复这功能了，他搞了就是肝癌。还有一些人体内的免疫系统的补体的一些蛋白，补体都是蛋白质嘛，有相当一部分的补体蛋白质是肝脏形成的，就是肝的这个粗面内质网形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肝脏也是免疫器官、免疫系统，还有 Kupffer 细胞，它也很重要的。它虽然不是像脾脏那么重要，是个大的免疫器，像雄性来一重要，是个免疫中心，但是全身好多器官分布了免疫系统的细胞，产生免疫各种免疫系统的那些物质的细胞，肠道也有，胃肠道都有。那肝脏类呢，就是它形成一些补体，补体是免疫系统的。还会形成一些载体蛋白，载体蛋白比如说铜蓝蛋白。如果你的粗面内质网先天缺失，不会生成这个载体蛋白铜蓝蛋白，这叫做威廉氏病，先天的，生下来这个小孩子不会产生，他长大以后慢慢会死掉的。我在这儿有两个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就缺乏这个铜蓝蛋白。他呢经过自己治疗啊，他现在30多岁就拿到了美国的 Medicare，Medical， 他天天在美国养住他，他从中国来，为啥呢？他是伤残人士，他就一听着伤残人士 ，total disability， 他不上班的，国家养住的，但他都一直活下去还是不错的，他的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肝脏移植。切他妈妈的意给他最好。那我还有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做部分肝移植，部分的。那但是他呢，他能生存的还不错。他最近结婚了，生存的挺好的，所以他就不会去做其他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医生，他的弟弟也是，这个病，他弟弟在上海做了肝脏移植。他告诉我讲，我弟弟做肝，他几讲课都讲了。我们大家应该认识那个包医生，包医生弟弟就是这个西医那个包医生，他弟弟就是威廉氏病，就是这种蛋白质铜蓝蛋白缺乏，他不会运铜，他就是载体蛋白，这个蛋白带住这个铜在全身转的，如果他带不动他就会在。颅内蓄积的话，就神经系统蓄积，就会引起铜在那聚起来，那时间久了就癫痫啊什么，那很多病变就出来，人，严重的很快就死掉了，十几岁就死掉了。那十几岁的时候，如果是做个肝移植还能抢救回来，如果不做的话，那就走了。如果是你像我刚才说这个女的。那就利用采取其他的办法治疗，内科的治疗也可以的，他还活着的，活的不是很质量，但是最少他还活着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好的，但他是disability， total disability， 就是这样的啊，他就是这生成的载体蛋白不足形成的，这叫粗面内质网，它都有这些功能，你看看啊，那光面内质网。它简叫SER，SMOS 嘛 ，SER， 那粗面内质网它叫 RER，R 就粗糙的嘛。这光面内质网呢，它分别有，它那个内质网里头分布着有，氧化还原酶、水解酶、各种好多酶、合成酶、转氨酶。这些酶多重要啊，一个都不能少，这些酶都是蛋白质，都是人肝细胞合成的，但是它在这存着的，在光面内质网里保存着的，它基因合成的，
贺春又在这存留，氧化还原酶，没有氧化还原的过程，那就是氧化应激嘛，对不对？那肝脏就会发生非细胞性非酒精性肝脂肪肝。那专氨酶如果是破坏了，你血里一化验专氨酶高了，那就有问题了。这细胞破坏的专氨酶是高的，因为专氨酶在细胞里边呢，这个细胞它的光面粒子网破坏了，专氨酶在升高的，它破坏专氨酶不升高。这也是应该知道的一个道理。然后它对肠道吸收和体内代谢产生的有毒物质，因为每天会肠道里就进了很多有毒的物质，包括肠道正常菌丛形成的叫做叫什么我突然忘了，我后来会讲，再有叫了，就是内毒素了就叫内毒素，但是它还有一个化学名词，脂多糖，就是肠道的细菌，肠道的菌丛它会死掉的，正常菌丛，它不是都永远在那活着的呀，对不对？它要死掉的呀，要发生病的，它不是人体细胞还要死的，细菌也要死的，病毒也要死的。没有病毒，没有人类，没有细菌，也没有人类。有人讲了，肠道里的病毒和细菌，它所携带的那个核苷酸，那个，它就是这样一个 DNA、RNA 嘛，就是这些东西嘛，它组成的嘛，它对这是它生存的最基本的一些条件。它那些携带那些东西。肿起来是人体内各种细胞携带的那些核苷酸的100倍。大家都知道你肠道有多少细菌，有多少病毒，有多少其他的这个非致病微生物，一旦离开了肠道，它就变成了病原菌的病原体。你像大肠杆菌就在肠道里边了，你见到大便臭红红的，你他化脓以后，那个脓液跟他一样臭，一样样的，闻到那脓就知道这大肠杆菌感染，对不对？所以这些细菌它会要死掉的，病毒要死掉的，它吸收的东西，脂多糖，这细菌类的，病毒呢吸收的东西太小，太少，活络不及了，这些东西要进到肠道，那还有你吃进去的东西呢？你吃的也有这些东西，你吃的还有其他的有毒物质呢。这些物质呢，都会要进入到这个肝脏里边的，然后再进行肝脏氧化、还原、水解、结合、转化，然后变成无毒的物质排出去，或者排到血液里边。一转圈从尿里排出去了，对不对？那也可以从胆汁里排一部分呢。就这些肝，这都是光面内脂肪它担任的工作。然后它在合成胆红素、脂类代谢和激素，它的代谢分解、激素的分解也都在这儿。快完了，这破楼是啊，就是那你以为的，管你不少呢。好吧，再给我打电话。没事了，没事了。怎么了？说什么？刚才有人没静音，没事。哦，啊，静音了，好了。好了。还有一个东西，溶酶体。溶酶体呢，我们过去好像也提到过溶酶体。溶酶体的功能现在更明确了。肝细胞溶酶体比较多。溶酶体现在提到一个叫。细胞自噬，以后有机会我多讲一下自噬什么意思。自噬就是自己保护自己，细胞自己
保护自己生存的能力。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句话，就是叫自细胞自噬。自噬呢就是人体的一些用不着的东西，它形成一个自噬小体，这个小体呢就一定送到溶酶体里边去了，人体的溶酶体就干细胞的溶酶体，干细胞溶酶体多，说人干细胞的自噬作用比较强，自噬再生的能力就是再活下来的机会比较多，凋亡了它又活了，原因就是它的溶酶体比较多，只是溶酶体是保护细胞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机构。你吃掉了退化的细胞、退化的组织，都是经过溶酶体来水解消化的。它主要的过程，细胞自己，这个吞噬的自己细胞内的那些不用的成分，然后给它经过加工，溶酶体加工以后再利用的。那营养物质要再利用的，所以这溶酶体呢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干细胞呢含的比较多，其他的细胞有些相应的含量比较少一些啊，干是最多的，溶酶体，还有一些内含物了，刚才你讲的像色素啊、质滴啊这些、糖原这些，就是含在细胞质里边的一些东西，这干细胞呢。就由这些成分和功能给大家还有一个叫高尔夫踢，高尔夫是踢，就是打高尔夫球的高尔夫踢，高尔夫踢主要是合成蛋白和储存蛋白的一个地方，大家知道这些应该脑子一个印象，知道这些细胞的结构在这做什么用，还是有蛮有意义的啊。那我底下再谈一下关于干细胞派来以后，那些干细胞刚才一提干豆、干血豆，我一直说我说以后我再谈那我在这就谈一下干血管豆吧。底下谈到这个其他东西可能还会提到的，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机构啊。从那个回灌区来的肝动脉、门静脉的供应的血流流入到肝豆，经肝细胞代谢后再回入到肝静脉，是这个过程。它肝豆细胞呢，又处理这个部位呢不一样，因为有一个说不同的，就是说动静脉混合的血流量比较大的，它有这个特点，那你的组织结构就必须适应这个特点。所以肝豆呢，它这个内皮细胞，它也属于肝血管内皮嘛，它也叫血管内皮细胞，它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和普通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比方说我们的股动脉、股静脉，它的内皮细胞是不一样的，结构不同的。肝豆的豆腔里呢，它有定居的巨噬细胞，就是库弗细胞，它就在这定着的，就在肝豆里边，它就成天守在这。它其实就是血液里面巨噬细胞，而且它是骨髓产生的。骨穿刺经过血液跑到这以后，把肝豆以后，它停这儿了，它成了肝脏的卫士了，叫 Co4 细胞，也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是肝脏的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的免疫细胞，它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当然还有一些大的淋巴细胞都会常驻在这儿啊。肠道来了的各种这个吸收的刚才说的那些有害物质的，都是库弗细胞来这等着的，咱一到这以后不让你进到肝细胞，我先把你处理掉，这叫肝细胞的门户嘛，护卫。
就是他进入到会官区这个以后，再进入到干斗，到干斗里他就常住在这儿，他就把它拿，把这些东西就吞掉了。你是细菌，我想你吃了，把你吞噬掉，啊，你不要去伤害干细胞。你是病毒，我想给你吞掉，吞不完的呢。那应该也可以进入到干细胞区，那是 A 型肝炎就会这样，吞不死的他就进去了，那就会在肝的细胞里边，就是他的生成复制的场所，他就可以传染病了。那乙肝、B 肝呢？它不是这样来的，它不是肠道吸收的嘛，对不对？它是血性传染。它是直接从血管里进到肝细胞里的，它血的直到进到，是进到哪里去了呢？进到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它应该进到肝动脉。它通过全身循环，它因为它从血液进到一身进到静脉或进到那以后，通过心脏，然后再进到肝动脉，才最后再进到，它不会进到通过门静脉，它是通过肝动脉进入到肝斗的。那是乙肝和丙肝，这叫血清性肝炎。血清肝炎通过肝动脉携带过来的，其他的是从门静脉携带过来的。A 型肝炎是从门静脉，就是腹腔里的门静脉系统带进的肝斗的。入肝斗以后呢，那括号细胞就在这儿把它吞掉的，包括淋巴细胞、大淋巴细胞都在这常住的。当然也有其他的细胞是少量的，括号细胞是大量的在这，就是护卫，就在那等着的，就像一个警察局一样，他就在那站着的。你来了，我就把你吃掉，那太多了，吃不完呢，有的就跑了，那会就形成疾病的。这些库珀的细胞都会有这些功能啊。库珀细胞还有一个功能在这里，一个重要的事情，就说你肝细胞如果形成肝癌了，哪个细胞叛变了，它会识别出来，它会把它吞掉。吞掉了以后，那就它就这个新的形成的肝癌，刚刚成立的肝癌就死掉了嘛。那多了没办法了，它就长大了嘛。长大了那就是肝癌嘛。长小了大家不知道嘛，也可能我们人体里就已经你我他可能都形成过肝癌细胞啊，但是被库珀细胞吞掉了。衰老的这个肝细胞啊，破碎的肝细胞啊，这些死亡的肝细胞都会由库珀细胞来处理，而且库珀细胞还可以在这儿传递抗原的，传递抗原，传递就是吞掉的那些病毒都是抗原，它会传递抗原，激发人体的免疫系统，这又一个。库珀细胞在这儿的肝斗这里边有这么一些，除了血以外最重要的是库珀细胞，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斗状隙里边呢，肝斗里边这斗状隙里边呢，它是没有血球的。斗状隙里边呢是只有少量的血腔，它是腔，那是腔，不是斗，它不存在血的。它是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东西，但是肝斗状隙类的这里边有个特有的东西，就是星状细胞。星状细胞过去是大家不知道的，或者说看的很少的。星状细胞现在在肝硬化过程当中是核心细胞，没有星状细胞可以说就没有肝硬化，因为它是肝硬化的核心细胞，
其他还有几种细胞，那几种细胞不足为怪，不足为怪，它作孽不到位。这个细胞呢，是真是一大伤害。它正常的时候，它是以后有机会再专门再谈谈它啊。会长，喝口水吧，休息一下，休息一会儿。啊，讲了一个小时。还是怎么样？讲好啊，好。